几时先可以再去旅行，去睇风花雪之景呢？咦 ？Tokyo Longo？呢度啲风声令到我好平静。Jazz music 最重要就是自由挥洒的节奏，令我想起在南非旅行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。北欧的生活态度就是在小事物寻找快乐，早餐配一杯 Stockholm Longo 咖啡，一杯咖啡都可以尽兴。 Nespresso World Explorations 陪你环游世界。收工了，是不是这样就行了？